咁我哋粤剧里边女仔诈娇系点样嘅咧？譬如你送我礼物，我唔中意，我就会话你呢啲我唔要，攞翻去，攞翻去，攞翻去。如果见到一个心仪嘅男士咧，但系佢又怕丑，我哋就会半袖遮住自己，但系又想望真啲佢。我想知道佢叫咩名字，我就会话：请问高姓大名，代劳写上薄薄轻衫。好啦，如果佢哋成功喺埋一齐咧，好恩爱，咁我哋女仔又会点呢？就会轻轻咁搭上去男仔只手，慢慢将个身向佢挨埋去。如果个男仔去咗好远，咁女仔喺度思念嘅时候，佢就会喺度谂：哎呀，佢到底几时先至会翻嚟咧？等咗咁耐都唔见，好闷啊！如果大家想知道啲乜嘢，可以喺评论区话俾我哋听，下次做俾你睇。